进来。告诉我，你想要啥事情？听说你想考大学。好，我买了整本大学联考的模拟考卷，来，你做做看。不给他办创新，退去接着微信啊。不要下就下，不要下就当了啊。念完就有这样的成绩，他怎么念的？别掉了。以后每一两个月来这儿做一次测验，我要看一看你下一次是不是还能考这么好。什么代志？高医师叫我去考试。考试？还是考啥试啊？爱着准备一挂大学联考的题目，叫我去练习。啊，你考得安怎？伊讲以我程度，一定我都考到第一志愿。有影？安真好啊！咱唔是无通好看，什么代志是无？我今日我上天光明，阿头，假使我补考无毕业，等于无高中学历，我就无资格考大学，到时阵真有可能用上天光明的。阿弥，我这两年来打拼都拢去啊。干妹，袂啦，今日太晕。别！
去。别别别！别乱走，别走！啊！别别别！听讲哦，教化师哦开始咧报驾驶名单，以后后回来看，你的表现绝对是透到的。对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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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透到的。高三的顶学期将近要结束啊，申请驾驶的时间嘛到啊。对别人来讲，驾驶是好代志；对我来讲，驾驶只剩两条路通行。一条路就是回去管分队，第二条路就是得到自由。但是得到自由，都要失去保校的文凭，失去文凭，考大学的计划就等于断路啊！你想要延期驾驶？无唔对，我想要申请延期驾驶，迄是因为我。知影，要不这不是我应当做决定？你无法度做决定，哪里像我度做决定？教我说。我大学才已经读到两年半，我差半年就我就毕业，咁我加乖半当也袂用的，你怎个会送我走？我讲，这毋是干那凭我个人当做决定，部内面有明文规定，倒一个你来报驾驶，倒一个无应该报，我按照规定来啊。教我说，敢讲你毋知我要？你考大啊？我知影，我知影讲你一定考会着，只不过敢讲我知影有啥物路用？我搁有顶级主管，搁有部内面。我爱予所有主管、甚至部长知影讲，这个个案有一个人真爱读书，想要考大学，佫毋是为了要躲避管束，这是大困难的代志。毋呐安尼，敢若知影还佫无够，爱用上进才会用进。我家一个教法师，我的能力有限。我有一个